来到彰化，那我们的展期是从即日起一直到2月28号，中间会跨到我们过年10天的一个假期。来彰化，第一个都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景点，等一下我们贵宾带回去的伴手礼里面，包括有翠玉白菜，包括有我们今年刚好建县100，这个不，我们的100年的这个善行车库。 那还有我们大佛今年刚好新逢彰化建县300年哦，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比较特精致的一个这个礼盒，让大家带回去能够一起来做留念哦。那我要特别谢谢我们故宫，我们院长跟副院长，那预成了我们109年跟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过去大家对于故宫大概都是非常的崇高的，然后要去看的话，可能要坐车坐很久。 那谢谢故宫有了这个故宕国宝出游去的一个方案，彰化县是全县第一个在第一期里面就争取到来彰化来做展览。109年展览比较可惜是刚好遇到疫情期间，那这一次呢，我们又再接再厉，在上一波的过程中，我们也做了一些民调，就发现说我们的这个英国18世纪的钟表化妆甲是大家很想看的。 那当然，我们的这个大家耳熟能知的翠玉白菜哦，这个大家都很想来看哦。那除此之外，我们在这次还有展出我们北宋或辽的这个玉龙文盘哦，那以及呢这个清朝前期的陈子云的核桃壳的一个这个雕刻的一个花篮里面哦，这都非常的一个精致。那除了看我们故宫的东西之外，我们彰化的。 的这个传统艺术等等也要归因进去哦，所以在这次我们呢也连接到彰化的一些人文产物，包括我们的这个结球白菜，还有我们传统的工艺，包括有漆线雕、有漆木作、有石雕木雕，我们会在这个美术馆的3楼5楼来展出另外的这个新媒体的一个艺术展哦。 那这透过这些长卷书画的动画，来多年的一个互动，虚拟的这个 VR 等等，提供给我们民众全新的一个这个体验哈。知道翠玉白菜是脍炙人口，大家都喜欢。对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对岸，哪里一定要跟他拍一张相。那它好在哪里？除了雕工之外，最主要它背后的意义非常的深厚，像。 甄妃她都知道，她有一个姐妹叫景妃，两个同时嫁给光绪。那景妃在入宫的时候，她妈妈就送她翠玉白菜。那翠玉白菜上面有两只昆虫，一个是宗师，一个是丈夫。这两个共同的主要意义就是多子多孙。另外一个翠玉白菜本身的意义就是清清白白。 等于景辉的妈妈跟光绪讲，我的清清白白，而且会让你多子多孙，哦，这个意义。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翼龙文盘，这是宋辽时期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国宝。国宝呢，从故宫出来是很少很少，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介绍这个翼龙文盘。那刚才呢，我也听到我们采购师特别在车上跟我。 解释这个翼龙文盘最大最好，应该要从哪里看？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可是就是想不出一个办法，在我们这里突破了。那也很感谢哦，那个因为有彰化美术馆这样跟我们的讨论之后，我们做了一个底座，非常好，360度你就可以看得到。一故宫博物馆彰化正式启动。 三，彰化站，看一下正中间。